现在已经到这个莲田站了，到了坐101路公交车，现在是13点了。回去吃饭，回去吃饭，回去吃点东西，煮点东西。13点了。现在在莲田路上面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2号，昨天是11月11号。那不知道小天猫啊，天猫淘宝不是有双11吗？啊，不知道销售量怎么样啊？销售了怎么样？感觉这一期的可能是我没有看电视吧，还怎么样？不知道它的月度销，就是说双11的那个销售量怎么样？首先要看销售量、销售金额，也要看退货金额、成交量、退货金额。不是说中国基建很厉害吗？为什么不弄一个那个可以电动车上去的？你看这个多危险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，这个莲田站的这个不是存在一天两天的，根本就不弄，好捞钱。你看这上去也不容易，下来也不容易。要是有一个那个能让电动车走了就要更好了。这电动车不是说被生活给排斥，就是说被厦门本地人给那全部排斥掉，是厦门本地人也需要的，它只是一个捞钱的，这有些人捞钱的手段而已。明明这里可以弄一个那个这边可以弄一个那个飞机动车道，那不弄了。行啊，再抱怨再瞎逼逼也没有用啊，瞎逼逼抱怨也没有用。这里他妈什么瓷砖脱落，这个牌子已经立了多久了，是不是？既然瓷砖能脱落，就是不管的啦。这么多人经过，反正我都是游客，瓷砖有脱落的风险，那你瓷砖脱落风险你不去解决，我没办法解决，我没钱。你脱落就脱落嘛，是不是？砸到人就砸到人，反正我告知了。我已经告知你了，会偷了啊！还有屁用！要么你就把它收起来，要么怎么样？你瓷砖脱落了以后，
物业会说我已经告知会时装友会妥妥的啊，我已经尽了告知业务了，是不是？这不关我事，你要在下面走，不是我要叫你下面走的。是。这里人来人往的，反正大家都觉得不会砸到他而已，无所谓了。人往以为都不会抓到他。我现在到那个夏日商城这边呢，夏日商城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到那个火车站吧，开到火车站。那边不要输入了。拿什么东西？来到火车站，烧烤烧肉，招租啊！你看又在招租，就是说招租了。这边还算是开店率比较高的了，这边现在东浦这边开店率比较高的。我这手已经快没电了，我把它插上去。拍到火车站南广场吧，火车站，然后本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为止。啊，计程。厦门的这个垃圾车，那应该是分区域的吧？哪个区域他来管。飞过去了。阳光是很明媚，但是我肚子是很饿。现在已经是13点了，所以说我到。还没有吃饭。阳光明媚。超过他吧，超过他，不然这个声音太吵了。踩起来，电动车踩起来，电动小自行车踩起来。
这边呢就是火车站南广场了，这是那个接客区，广约车接客区，火车站南广场。那本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为止，感谢大家支持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各位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我肚子饿得要死，拜拜。